今天呢，在尔湾大公园这边验收一个四房的联排，你看它这个间距多宽，门口还有这么多停车位，而且呢，远处左右都是没有遮挡的，特别是阳台都没有遮挡。这里呢，就是这栋房子的大客厅，短短的大概也就三四个月吧，这个房子就升值了20多万。咱们现在呢，去阳台看一下。我平常呢，很少拍这种验房收房的视频。主要是呢，为了保护买家的隐私，咱不能说什么房子都拿出来给人看一看。这栋呢是用来出租的，就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作为联排来讲的话，它的位置啊，或者还有它的采光呢，都是非常非常的棒。联排来讲的话，它的间距本来就密，像尔湾这边它的间距又更密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房子的间距、采光是怎么样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有没有足够的客人停车位。第三个呢是，如果它有阳台什么的，像阳台的方向啊、主卧的大窗啊，如果没有遮挡就更好了。像这个房子呢，就通通满足了，而且这个位置呢还特别的安静。像这个房子呢，有4个房间、4个卫生间，而且呢它可以走着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还可以走着去泳池、会所。你看主卧它这个大窗户，它一直是做到顶的，层高也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可以看到远处的这种天际线。并且呢，建商是包了所有的升级，这个都不用额外的花钱了，连冰箱呢都含在了这个房子里面，这栋是蛮划算的，也感谢这个买家的信任了。更多的问题呢，大家可以单独问我，谢谢您的观看。